他我现在没有叫他坐下，但是他知道要坐下，我就给他一个 yes， 他以后知道 yes 就是知道他做对我要的有一些动作，以后我可能会教他新的动作。yes， 看着我，我刚刚叫他看着我就对了。yes， 好，我食物在这边，对不对？盯着食物是不对，是在看着。yes， 好，看着我，不是，他刚开始在给我，他不会乱跑。他还好，不会乱跑。没有啦，他现在还小，那个长大都乱跑，是绝对的。看到我的那一刹那，我给他意思。狗要习惯看着你的时候，除非你给它解除嘛，看着你的时候，它才会专心做你。Yes， 的下一个动作就是这样。你会写口哨吗？不太会。就是说，我的口哨就是说很乖的。Yes， Yes， Yes， 对，一个 ，Bingo， 他意思就是对。Yes， 一个 ，Yes， Yes。前面的训练是比较轻松，就是让他知道。